因为头大。我的底线是啥呢？味道不一样嘛，床戏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应该是属于那种巨抛脸。据说不如听我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王瑞昌。眼睛吗？我其实是一个很佛的人。懒。不想，因为头大。我在《验尸分钟》是饰演瓦格纳，然后是一个医生，是一个法医，然后是团队里的，医疗担当吧，对。我有去医院去转了几天，当然就只是去看看，因为不可能进手术室里看人家怎么操作嘛。然后大部分的这些可能详细的资料，比如说专业术语，手术台的一些操作，我会去从网上找个视频资料这样子去看。没有，因为我已经演过瓦格纳了，我之前演瓦格纳，然后我最喜欢的话，番里所有的兄弟们都喜欢，都还挺喜欢的吧，没有最喜欢，我最喜欢的永远是下一个角色。其实我觉得都还味道不一样吧，就是我觉得我应该是属于那种巨抛脸，巨抛脸，就是可能换一个造型，比如说这个人是谁啊？这个人好吧，你就先看吧，其实可能也不是很能太记得住，就是造型这个东西，我是觉得，最喜欢还好吧，最喜欢的就现代戏吧。